世界乒坛精英技战术揭秘，内容简介：直板快攻打法有刘国梁、杨颖、玄静和；直板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有马林、严森、金泽洙；横板弧圈球结合快攻打法有孔令辉、马文革、佩尔森、萨姆索诺夫、普里莫拉茨、罗斯科普夫、王楠、乔红；横板快攻结合弧圈球打法有王涛、王励勤、滕毅、瓦尔德内尔、赛福、盖廷、邓亚萍、李菊、刘伟、陈静、柳智慧；横拍削球类打法有丁松、梁格亮、陈新华、李根向、王辉和童林。相持球，反手攻侧身拉，王励勤在反手拨或反手攻转为侧身拉时，用跳步侧身移位，他的让位比较大，也利于发力拉球。他在移动步法时，上体右转，使身体与球台约成80度角。反手攻时，击球点在身前，接近在台内。在上升期击球，在台外触球。王励勤在反手攻后转换成正手拉时，动作迅速及时，侧身让位非常充分，使拉球时球拍有足够的加速距离。他在拉球时擦击球的动作快速有力，发力集中，杀伤力强。
两面攻。王涛的两面攻动作快速流畅，对击球点的选择有独到之处。由反手转正手时，在反手攻球结束后，在前臂还原的瞬间迅即做内旋，并带动手腕转动，使拍面前倾，前臂很少后拉，保持球拍在身前摆动。由正手到反手时，右肩稍上提，左肩下沉，提高前臂，紧收腹部四个动作协调配合，以便形成反手高手击球。他的击球点均能保持在身前，正手攻球的击球点比反手攻稍后一些，在来球接近高点期时击球。王涛左右移动时一般采用跳步，以利在站位稳定时提高击球的准确性。王励勤两面攻主要采用跳步移位，他在反手攻结束后，身体重心落在左脚上，左脚蹬地用跳步向右移动，同时快速挥拍击球，攻球结束后身体及时还原。他在正反手左右转换过程中，上臂不会张得太开，引拍时的摆臂动作与前臂的旋转动作同时进行，紧密配合，迅速完成击球前的准备姿势，击球点保持在身前，但正手攻的击球点比反手攻的击球点稍后一些。王励勤两面攻的特点是反手快而急，正手攻快而狠，既能攻也能拉冲。回击追身球，王励勤在回击追身球时，首先判断来球是在中间偏右还是在偏左处。如在中间偏右处，他会向右后方摆腰，前臂随腰的摆动顺势后摆引拍，用正手攻球回击。如球在中间偏左处，他便向左后方转体，让出击球空间，用反手攻回击。击球后采用小跳步还原，回击追身球时腰宽的灵活快速摆动让位非常重要。对方打追身球的目的是让你失去击球的时间和空间，因此迅速准确的让位是争取有利击球时空的关键。王励勤、王涛等优秀运动员都是回击追身球的高手。反手拨正手拉，王励勤在反手拨后转正手拉球时，
前臂内旋，向后引拍，拍面前倾固定，以前臂为主。在来球的下降前期，发力摩擦球的中上部。拉球后转到反手时，前臂外旋，提高球拍位置，拍面稍前倾。在来球接近高点期时，以前臂发力为主击球。他一般采用左前右后的跳步进行步法移动。如遇右方大角度的来球，有时正手拉时也可以采用右后的交叉步。在实战中，王励勤遇对方攻击他追身球时，他会用斜直线去攻对方两脚的战术摆脱对方的追身攻击。他以直线攻击使对方挥球质量不高，然后再以斜线攻击对方，使自己由被动转为主动。反手攻、侧身攻，王励勤、王涛的反手攻结合侧身攻时，在反手攻结束后，前臂在迅速还原的同时做内旋，上臂随上体转动微向后伸，前臂随上臂略后摆，使球拍位置与来球同高或稍低于来球，拍面前倾，发力以前臂为主。反手攻的击球点接近台内，在来球的上升后段击球，侧身攻的击球点在台外，在高点期击球。他们的移位采用跳步侧身，让位较大，上体向右和向左转动。这是王励勤反手攻侧身拉的技术，他的移位动作特点与王涛相似，只是在侧身位采用拉球技术。
反手拨侧身弓，扑正手回反手。王涛在扑正手时，上臂外展，前臂内旋，拍面略前倾，右脚落地时上体向右转动。与此同时，上臂带动前臂发力，在来球的高点击击球，击球点在身体左侧稍前处。回反手时，再以跳步还原后，以交叉步向反手移动，左肩稍向前挥拍迎球，在高点期击球，击球点在身前右侧处。下面是王丽琴反手拨侧身弓扑正手回反手的技术。他们采用的步伐均是交叉步，从展示的镜头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侧身弓后，他们以小跳步还原，这时两脚撑地面对球台，如果对方再袭击反手，仍然可以回击。在扑正手后，他们也是跳步还原，不是直接做交叉步回反手，这样可以保护正手不再被对方攻击。如果直接做交叉步移动，就容易受到对方的袭击。因此，左方和右方的跳步还原起到了保护自己的作用，而且也为做交叉步移步时获得了良好的蹬地和支撑的力量。在实战中，王丽琴在反手弓后侧身弓直线攻击对方中路追身，也会在反手弓后侧身弓将对方冲刺。王丽琴还善于在反手搓中突然用反手弹击，她的弹击有斜直线的变化，她还能在反手搓后用反手弓斜线袭击对方正手位，她还能在反手搓后侧身拉扑正手后回到反手位再做侧身拉的动作。在实战中，这种步伐移动要具备很好的判断力和很强的腿部力量。
是王涛在实战中侧身弓扑正手的精彩镜头。反手搓，反手弹击。王涛在反手搓后，向身前引拍，向前迎球，以前臂带动手腕弹击来球。反手搓、侧身拉、扑正手、回反手，这种技术和反手拨、侧身弓、扑正手、回反手技术在步法移动等方面有相似之处，只是在反手搓之后采用侧身拉球技术。王涛击球时爆发力好，移动时步法灵活，跑动范围大。反手搓、侧身拉、扑正手、回反手技术在对削球打法的选手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技术，
请看王涛的精彩战例。瓦尔德内尔，瑞典，右手横握球拍，两面反胶，快攻结合弧圈打法，以正手侧身发上下旋球为主，落点基本到对方反手，反手半高抛发侧上下旋球作为配合，旋转强且变化多，发球抢攻意识强，常利用侧身上手抢拉斜直线，快速凶狠，抢拉短球能力较强，对正手短球有时会撇一板直线，接发球以正手摆劈挑为主，变化多，遇出台球常采用拉加转球为抢冲创造机会，相持能力强，反手能拉弹打挤，正手连续拉的能力较强，线路活，侧身拉直线球较多，相持中节奏变化明显。主要成绩：1989年、1997年40、44届世乒赛男单冠军，40、41、42、45届世乒赛男团冠军，1990年11届世界杯男单冠军，1992年25届奥运会男单冠军。李菊，右手横握球拍，两面反胶，快攻结合弧圈打法，打法特点，女子男性化特点的代表，力量大，正手突出，拉球前冲力强，反手节奏好，能拉能弹能打。主要成绩：1997年第44届世乒赛女团冠军，1999年第45届世乒赛女团冠军女双冠军，2000年第4届女子世界杯女单冠军，2000年第27届奥运会女双冠军，2001年第46届世乒赛女团冠军、女双冠军。刘伟，右手横握球拍，两面反胶，快攻结合弧圈打法，打法特点：发球出手快，旋转强，特别是下蹲式发球变化多，正反手拉球攻球力量大。反手一板拉中弹击特长突出。主要成绩：1991年第41届世乒赛混双冠军，1993年第42届世乒赛女团冠军、女双冠军、混双冠军，1995年第43届世乒赛女团冠军、混双冠军。单项技术分析。正手近台攻球，这项技术的特点是站位近台，动作小，球速快，借来球反弹力还击，与落点变化结合，可调动对方为扣杀制造条件。从展示的图像中，李菊、刘伟的正手近台攻球的技术动作结构非常清晰，他们站位是左脚稍前，身体离台约50厘米，引拍时手臂自然弯曲，拍面稍前倾，以腰带动手臂将球拍引至身体右侧后方，臂随腰动，引拍的动作幅度小，击球时拍面稍前倾，在来球的上升期击球的中上部，
在转腰和上臂的带动下，前臂快速向左前方挥动，手腕配合发力，使打磨动作协调一致，保持击球的稳定性。台内快挑，动作小，球速快，击球点在台内，回球带有突然性，是还击台内球争取主动的一种进攻技术。李局刘伟当判断来球是右方近网短球时，迅速以右脚上步，手臂迎前，前臂伸进台内，在来球的高点期击球的中部或中上部，发力的主要部位以前臂手腕为主，动作过程中身体重心放在迎前的上部脚上。这里还要注意对方来球的不同情况。一，来球是下旋台内短球时，拍面要稍稍后仰，在高点期击球中下部，前臂手腕向前上方发力。二，来球略带下旋，并不强烈，拍面垂直，在高点期击球中部，前臂手腕适当向上用力。三，来球不转或上旋时，拍面稍前倾，击球中上部，前臂手腕直接向前用力。从慢动作中可以观察到他们的击球时间和发力的方向。正手侧身攻球，侧身攻是左半台的来球，不用反手动作回击，而是根据来球落点移动步伐，以侧身正手攻回击，从而增强了左半台的进攻实力。侧身攻比正手位攻球难度大，主要表现在步伐移动的范围较大。侧身步伐的运用，一要根据来球角度的大小，二是根据运动员打法和习惯。刘伟习惯采用环形跳步进行侧身移位，攻球的手法基本上同正手位攻球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他在攻侧身斜线时，身体与球台端线约成75到90度角，侧身攻直线时约成60度角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上体略向右转，含胸前倾，运用正手攻球技术。横拍攻击型选手运用反手攻球的机会比较多，但也需要进行侧身攻来解决战斗，它比反手攻球的威力大，杀伤力强，因此侧身攻运用的多少标志着一个运动员进攻能力的强弱。正手扣杀，杀高球，动作较大，力量重，攻击性强，大多是在其他技术取得主动和优势的情况下，对方回出半高球时运用，是得分的一种重要手段。李局在正手扣杀时，手臂自然弯曲，拍面稍前倾，随着腰髋的转动，手臂向后移动，将球拍引至身体右后方。当来球跳至高点期，上臂带动前臂，同时加速向左前下方摆动，腰髋向左转动，配合发力，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，击球后迅速还原成击球前的准备姿势，发力主要部位以上臂前臂为主，腰髋配合，身体重心在击球过程中从右脚移至左脚。李局的扣杀比较凶狠，击球前迅速将球拍充分后引，以便尽可能增加球拍摆动加速阶段的距离和时间。请看实战，刘伟对出现可以扣杀的机会球绝不放过，积极的抢位重扣，加上落点线路变化，常使对方难以招架，扣杀凶狠。
在正手攻和杀高球中体现了李菊技术上男性化的风格。刘伟李菊正手拉弧旋球时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右肩低于左肩，身体和手臂的发力非常协调。加转弧圈球也叫高调弧圈球，刘伟李菊正手拉加转弧圈球时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右肩稍低于左肩，腹部略收，球拍下引的幅度较大，拍面前倾，在来球的下降期摩擦球体的中部偏上的部位。发力拉球过程是以转髋带动肩、上臂和前臂由下向上挥拍，球触拍时上臂与前臂的夹角约为145度，击球后由于前臂的屈收，夹角减少至95度左右，击球后重心由右脚移至左脚。正手拉前冲弧圈球，前冲弧圈球比加转弧圈球飞行的弧线低，速度快，前冲力大，球着台后急剧向下滑落。李菊刘伟拉前冲弧圈球时，准备姿势与拉加转弧圈球基本相同，但引拍的位置较高，在腰部附近向前发力多于向上，拍面前倾的角度大些，在下降前期击球中上部直至接近球的顶部，右脚蹬地时腰宽向前辅助发力较充分，手臂发力的顺序是上臂带动前臂和手腕形成快速的鞭打动作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击球的爆发力。下面我们请看刘伟拉前冲弧圈球的技术。弧圈球的优点主要有：一、能够制造合适的弧线，稳健性高；二、能够稳健地回击出台的强烈下旋球和弹跳比球网低的任意来球，与低球突击相比，它能获得较高的命中率；三、与攻球比较有较多的击球点和时机，在高点期、下降期均可击球，优秀选手还可在来球的上升期拉出质量较高的弧圈球。四、杀伤力大，球威不亚于扣杀。
正手拉侧旋弧圈球。李菊、刘伟在拉侧旋弧圈球时，手臂的弧形摆动和触球部位恰到好处，击球前向右侧下方引拍，挥拍击球时有一个由后下方先向侧外再向上兜动的弧形摆动，经侧外向上兜动的力量大于向前的力量。拍触球时，上臂与前臂的夹角约为150度，触球的右侧中部偏下的部位向左侧上方摩擦，再下降前期触球。他们为了加大侧旋的力量，击球时上体随势向内扭转，击球结束后迅速还原成击球前的准备姿势。这是刘伟在拉侧旋弧圈球的技术。侧身正手拉弧圈球时，在取好侧身位以后，引拍挥拍击球与正手拉弧圈球的动作相同，在侧身位拉弧圈球有斜直线的变化，在拉球前左脚在前右脚在后，两肩的连线与球台边线平行，这样有利于发力拉球。李菊根据比赛情况运用夹转前冲弧圈球攻击对方。李菊在反手位还会伺机侧身拉出高质量的夹转弧圈球，他侧身充分到位，摩擦球的力量非常集中。当对方以搓球控制他的反手时，他常以侧身正手夹转弧圈球给予有效的还击，为其冲杀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请看李菊、刘伟在实战中拉弧圈球得分的精彩镜头。他们善于线路变化和旋转变化，夹转和前冲弧圈球交替运用，时而斜线，时而直线追身，时而突袭正手，时而发球抢攻，时而中台对拉反击，使对手难以防范。
请看刘伟在实战中拉弧圈球得分的精彩镜头。正手快带弧圈球，这是一项对付弧圈球的技术，以速度快、弧线低、落点变化多来造成对手击球失误，为自己的主动进攻制造条件。李局刘伟在快带弧圈球时，球落台前即开始挥拍迎球，出手早，拍触球时前臂与台面基本平行，上臂与前臂夹角约为110度，主要靠上体转动以带动手臂借力击球，在上升期拍面前倾击球中上部，经测算在来球反弹后0.07秒左右击球，体现了快带的速度。下面是李局快带弧圈球的技术。正手攻打弧圈球，上臂快速带动前臂迎向来球，拍面前倾，球拍固定，在来球上升期前臂快速屈收发力击球中上部。李局刘伟正手打弧圈球时的引拍动作不大，转腰带臂的同时球拍已经主动迎向来球，发力时拍面固定，打得很干脆。经测算打弧圈球是在来球落台反弹后0.12秒击球，比正手快带要晚0.05秒左右，
原因是打弧圈球的技术结构比快带弧圈球要较难些。快带主要是借力为主，打弧圈球必须自己主动发力，即在借力中发力。请看实战，李菊先与快带结合打弧圈球，使对方陷于被动。刘伟先以快带斜直线调动对方，或以快带压住对方反手，然后伺机扣杀。反手技术，反手快拨。快拨是横拍进攻型选手常用的一项相持性技术，具有站位近、动作小、落点变化多，并有一定速度和力量的特点。李菊刘伟快拨时，持拍手引拍至身体左侧前方，肘关节稍稍离开身体，前臂稍上提，球拍高于来球，前臂与上臂夹角约为90度，手臂自然放松，拍面前倾固定，以肘为轴。在上升期击球，前臂带动手腕向前上方快速拨击来球，快拨时球拍的拍头向上，这样有利于控制球体，压低回球弧线。而刘伟快拨球时屈腕动作明显，这样有利于发力和加快击球的速度。反手弹击，李菊刘伟反手弹击时，引拍靠近身体，球拍高于来球，屈腕触球时手腕发力弹击球体的动作非常明显，他们上部迎球的动作非常主动，在来球接近高点期时弹击球的中上部，出手快，很有突然性，弹击以撞击为主，摩擦少。李菊和刘伟的反手弹击有两个关键性技术，是引拍时靠近身体，屈腕动作十分明显，这都是为了聚集力量。在触球时突然快速发力弹击球体，像甩鞭子一样形成鞭打动作，从而增大了撞击球的力量、速度和突然性，在比赛中起到了杀手锏的作用。
反手台内攻球。刘伟李局反手台内攻球时，前臂迅速伸入台内，一脚上步，上体贴近球台，在来球高点期击球中上部，前臂和手腕发力，快速集中。反手扣杀。当来球稍高时，举拍迎向来球，在高点期上臂带动前臂，拍面前倾，以前臂发力为主，向前下方扣杀，动作结束后迅速还原。在实战中，刘伟在反手快拨后运用反手打弧圈，并有斜直线变化，出击会球后，他会再用正手进攻解决战斗。李局在实战中也善于利用反手快拨和反手攻克敌制胜。这是刘伟发球后反手抢攻的精彩镜头。李局在对方拉起后，运用快拨以速度控制对方，然后伺机侧身攻，这说明李局有很强的攻防转换能力。
反手拉弧圈球。李菊反手拉弧圈球时，身体正对球台，重心落在两脚之间，上体前倾，球拍引至腰部左下方，屈腕拍下垂，拍面前倾，触球时肘关节夹角110度，击球结束后肘关节夹角为135度。在来球的高点期前后，先向上挥拍挂球，同时向前发力摩擦球体的中上部，两腿配合蹬身，身体重心随势前移，压低球的飞行弧线和加快球速。李菊在反手拉弧圈球时，技术动作有以下特点：一、击球前手臂肌肉充分放松，在击球瞬间突然收缩，从肘关节夹角的变化可以证实这一点，这样可以产生很大的爆发力，来使球拍产生较大的加速度。二、身体各部的动作有严格的发力顺序，正确的发力顺序是先下后上，先大后小，即以腰带动上体，上臂带动前臂，前臂带动手腕及手指。在击球瞬间，用力顺序不能颠倒，不能过早或过晚。正确合理的发力顺序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学习优秀运动员正确的发力击球的方法，在此我们特提醒请注意。反手快带弧圈球，这是横拍选手对付弧圈球常用的一项技术，以速度快、弧线低、落点变化多来造成对手击球失误。李菊、刘伟反手快带弧圈球时，球落台前即开始挥拍迎球，出手比较早，拍面前倾，触球时前臂与台面基本平行，屈腕，以上体转动带动手臂，在上升期击球中上部，击球后迅速还原，但还原动作小，这样有利于连续快拨，发挥速度优势。这是李菊反手快带弧圈球的技术。反手攻打弧圈球，刘伟反手攻打弧圈球时，击球前略向左摆身，向左后上方引拍屈腕，击球时手臂在身前横摆，向前下方发力，手腕控制拍面角度，在来球接近高点期时击球中上部，然后迅速还原，准备下次击球。这是在实战中，刘伟和李菊反手拉弧圈球、反手快拨弧圈球和反手攻打弧圈球的精彩战例。
反手慢搓。刘伟在搓球前左脚稍前，身体距球台约50厘米，手臂向左上方引拍，击球时前臂加速向左前下方用力，在下降期击球的中下部，拍面稍后仰，击球后迅速还原。反手快搓，李局反手快搓，站位离台较近，当来球是左方近网短球时，李局迅速向左后方引拍，拍面稍后仰，在上升期击球中下部，主要是借力还击，动作结束后还原动作很快。正手快搓，刘伟正手快搓时，左脚迅速上步，挥拍时球拍基本上沿着台面平行移动，拍面稍后仰，在上升期击球的中下部。实战中的刘伟反手搓长球，又使对方回出长球抢拉弧圈球。李局用快搓接发球搓短或搓中路长球争取主动。刘伟以短还短，他在接发球时也会快搓长球调动对方。李局接发球劈长或搓中路控制对方。以上战例充分展示了李局刘伟在搓球上的节奏、线路变化的能力，这样可以控制对方为自己争取主动，创造条件。
接发球与接发球抢攻。李菊正手接对方发过来的短球和长球，他接发球善于用挑打技术或正手搓短控制对方的发球抢攻。李菊还善于使用正手劈长和台内挑打相结合的方法接发球。在反手位，他还能侧身以正手抢拉弧圈球，并有斜直线变化。他还能用反手拉弧圈球结合斜直线变化来争取前三板球的主动攻势。李菊在实战中接发球抢拉弧圈球时大胆果断，他时而正手抢拉，时而反手抢拉，时而侧身抢拉，他的多种抢拉手段破坏了对方发球抢攻的意图，迫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。他的接发球技术丰富多样，他可以在劈长后结合抢冲，还能反手攻或冲，而且有线路变化。
刘伟上步接发球，用正手调打，结合斜直线变化。刘伟接发球时还能用正手撇一板直线，刘伟接发球还能用正手摆短和反手搓长回击。接发球正手抢攻，然后连续攻。接发球摆短，然后正手攻。接发球两面攻。接发球摆短后，正手连续攻。在实战中，刘伟遇长球，他就直接抢攻，不
不能抢攻的，先以搓球控制对方，然后伺机搓中抢攻。他还善于以中等力量挑打台内短球后，再打对方两脚或中路。他的这种台内加台外的进攻，充分表现了刘伟积极主动进攻的意识和实力。他在接发球时，能在正手位抢攻，也能侧身抢攻。他能在对搓中控制对方，然后以正手或反手进攻。如果对方发球抢先上手，刘伟会在防好对方的进攻后，在相持中再以正手或反手反攻得分。